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指出，香港无处不旅游理念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指正构思成立相关专班研究落实。杨润雄接受文汇报访问，提到专班将汇聚政府及业界专家，就重要项目深入讨论及落实推展。他指香港有不少具特色、适合作为深度游的景点，关键是如何发掘和宣传并改善配套。他列举可以推广海岛游，或将赛马打造成旅游项目。另外也研究将电影文化结合旅游，将再次推出电车游，途中在电影场景打卡。杨润雄又提到要实践无处不旅游，地区小商铺也有机会接待游客，要大力推广好客之道。